好，带你来看到蓝牛熊队呢，之前呢大阵仗开了记者会，宣布球队要改名字了，改名叫做什么？桃园队，这个猿呢是猿猴的猿，先是呢要重新出发。没有想到，哎，现在如果在搜寻网站上头打上桃园，竟然找不到哦，反而出现了色情网站。蓝牛熊改名，自家明星球员陈清峰、洪义中大阵仗帮忙造势，主场搬到桃园，蓝牛熊也改名为 Lamingo Monkeys 桃园队。不过球迷们想上网关心球队近况，点进去网站，哎呦喂呀，吓死人，居然出现情色网站。网站上每个美眉都是性感撩人，搔首弄姿，穿着实在又够清凉。他们在改名之前应该要多做一些准备，而不是说改名就改名。台湾棒球已经黑成这样子了，然后又碰上这样的问题，大家好。跟色情扯上边，就整个就很啊，超瞎的，超瞎的。民众骂翻天，仔细比较，桃园队 logo 是可爱的猴子，色情网站的 logo 则是象征人类进化的猴子剪影。我们已经有官方网站，那我们会在下礼拜的时候举办一个声援的活动，希望就是说把 Lamingo Monkeys 推向高峰，就是推向高峰，其实就是谐音，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也把往 Google 的那个搜寻网站上面的推向高峰。改名前没有先探听，桃园队真的是糗大了，目前没打算再改名，只能拜托球迷搜寻网站关键字不要打桃园，而是打 Lamingo Monkeys， 才不会点错网站。真是胡启源，嘉义台北采访报道。